开箱 3, 2, 1 Action So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开箱，我是宝哥，我是阿文，我是黄翔啊，今天呢要来开箱啊，江年，哎呀，没有变啊，要来开箱啊，啊，没有给钱哦 ，Oreo， 嗯 ，Oreo 没有 sponsor， 嗯，啊，就是这种啊，什么 sponsor 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要来开箱啊，真的是 Albert 加你 sponsor， 没有吃过啦，所以就来开一下啦，啊，这样子的我是没有吃过啊，大大条那种我就有吃过啊，大大条。嘿嘿嘿嘿，那开有里面呢就有一个跟两个，就两个小小条，对对，那么呢我们就来试吃吧，嗯，尴尬，嗯，雷搞我们是搞哦，帮你一半。不行。OK。嗯。不错，有 lemon 味，但是什么口味 ？Lemon cheesecake， 好厉害。就 lemon 的味道咯，嗯，跟那 Oreo 饼干的那个巧克力味咯，嗯，就这样咯，只是比较薄一点，不会讲很厚，嗯，不会讲很厚，不像平常的，哈哈哈，你这好吃吗？好的 ，OK。就来讲还好吧，就柠檬的味道跟那个 Oreo 饼干的味道了。嗯。看我哎！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啦。对。Peace， 我是 Nembo。那么呢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一下喜欢，有分享出去啦。对。对。那么记得订阅我，还有这个。还有我，虽然我也是已经被有了。你及时做，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